He's a lifetime cardiac surgeon who first brought in ECMO to Taiwan. But over the past 8 years, he has found himself not in any operating theatre, but in Taipei City Hall. Mayor Ko Wen-je, hello and welcome. He said the biggest problem in Taiwan's politics today is that one cannot do the right things. As he nears the completion of his second term in office, to look back together on what Taipei has changed in terms of being a smart city poised for net zero tomorrow. Mayor, in comparison to other global cities, how smart is Taipei?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有个叫智慧医疗派遣系统，然后有电话侦察站，然后救护车就要出发，那再从救护车出去到达现场那5分钟而已，路程5分钟啊，那个小队长是坐在司机旁边，他拿出 iPad， 他知道哪个地方是哦，他点进去看，他已经有那个事后地方的建筑的结构，因为建管处的资料在里面。然后他也知道说，哎，那里面有没有卧床的、失智的，因为社会局的资料在里面。表面上只有这件事情，但是他背后就是说，这整个城市异化的程度啊。那川藏一句话，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所以异化并不是说单一事件，异化是全面。像瑞士洛杉矶管理学院。 就评定台北市大概全世界排到第四名，再新亚洲指数给新加坡，这个当然是相当好的成绩了。But I want to bring us back to the past few years because, as we all know, that a pandemic came in during your second term in office, and now as we reopen our borders and phase out the quarantine hotels, I think it's fair to ask you this question now: Are you satisfied, digitally speaking, with how Taipei has coped with the pandemic thus far? 啊，就是这样的哦，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防疫，我们在防疫过程当中的确受益于这个现代化的异化。比方说，我们用那类似像 Google Map 那样，每天确诊的人数出现在Map，每个按所有时间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感染的病源是怎么分布，这样才能够决定说。 哪些社区要优先打疫苗，筛检站要设在哪里？还有一点是这样的，我们当时一旦确诊，我们会追踪他前5天的电信足迹，这样才我们还去做疫调。Let's also talk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smart city. In 2016, your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TPMO, a program of which experiment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vi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be tested in the city. As of now, there have been 290 projects. So could you tell us how this office has actually contributed to making Taipei smart? 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叫 All City is a Living Dub. 那 Living Dub 我们一开始是 Bottom Up， 就是说我们欢迎所有的厂、所有的公司，不管是企业、个人什么，我们就让整个城市让它来自己来做实验。那我们帮助他们。可是，一阵子就发现有个问题。 它落地力很差，我们让那个企业界他自己发想，自己想说他要做什么，发现那个常常跟我们市政的需要差很多，所以这个 button up 后来我们还是保留，但是我就开启另一个叫 top down， 所以我们后来要求说我们所有局处一年两次，他写出说他想要哪些问题要解决，叫政府出题，企业解题，请大家提 proposal 来，我们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写预算去买他的这个 project。 最有名的例子是哪一个人？二病的那个，你知道我们一病要关掉，第一病一关要关掉，所以全部要去二病嘛。可是那地方交通本来就很挤，那时候我们在想说，怎么降低人流量，所以叫网路攻击。<笑>就是说在攻击的时候就开网站了，你可以上去留言、按赞，还交白包什么都可以。大家一听就说很好笑，可是它有效。 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推出嘛，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一个叫循环杯计划，那北影你的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每天买那个手摇杯，很多制造很多垃圾嘛，对，后来他们就找到循环杯，而循环杯上面你要 QR code， 要说，他丢回去的时候，他只要有扫过，他就会自动转账进来的，就5块钱那种人还他，这一开始在北影示范，很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在公馆地区在示范，所以后来发现政府的市政，我都常常踢到铁板。
因为他是以他的想象说人民需要什么，但是这不对，应该是人民需要什么再去帮他做，这个比较安全。Perhaps there's a balance to strike.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might say sometimes the people don't know what they need until they see the product. No. Sometimes, but always, they know their needs first. 北女的学生提出来第一个什么点餐计划，我们听都没想过没想到。一开始北女的学生你知道吗？他早上第四节下课，中午嘛哈。他去福利社排队，排到那里，他点什么，那到旁边等他煮好，再付钱他拿走。现在不是啊，第三节下课，每个人拿出手机来开始点餐，在电子支付，再给他号码，他时间到现在凭号码领那个餐就很快，那就省掉很多时间嘛。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讲过，企业不是生产它能够生产的东西，企业是生产市场上需要的东西。所以在北女的例子当中，让我学到一课，要从市民的需要出发来决定政府的施政。你想想看哦，如果我去设计那个 smart campus， 我第一定不会想到说他要点餐系统啊。所以他第一个要点餐系统，第二个他办舞会的那门票怎么卖到各校去，要怎么收钱呢？那这个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来思考，一定不会知道。所以有一句话，政府不会比业界更了解市场。And I can see from TPMO's website that smart environment is categorized there. So I wonder, in this regard, over the past 8 years, what progress Taipei has made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那是这样的哦，因为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会期呢，台北市政府有通过那个2050净零排放自治条例，所以它已经被立法了。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开始在准备，大概明年1月1号就开始上线实现。对于净零碳排放，你知道吗？就以市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有三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住商，因为那个叫居住环境，你知道吗？商业跟居住环境它大概占70%。第二个是交通，最后一个是垃圾的处理。我们来讲这个建筑，我们有几个原则，由内而外，由公而私。所以我们开始会公布说公家机关的建筑标准，它一定要符合 Green Building 绿建筑标准。比方说它的耗能状态，比方说那灯光要 LED 灯要省光的啦，那通风要什么样，那冷气机要那什么 EER， 就是那冷气机的效率要达到多少。一开始我们从公家机关先开始试，他说 OK， 就开始要求民间新建的建筑都要符合绿建筑标准。所以这第一条。第二条是这样，因为交通还是占一个城市大概 energy consumption 20%， 我们从前年开始就要求新的 City Bus 有没有？只能买 E Bus。到今年2022年底，已经有400辆的电动巴士，还有那个4U U Bike U Moto U Car U Parking， 大家共用脚踏车的时候，大概你只要六分之一的脚踏车就够了。啊，你说意思是说，我们生产的脚踏车六分之五是多的，那不需要。净零碳排放就是住商一个，交通一个，还有一个垃圾。你知道我们台北市一天的厨余是170吨，厨余。一开始他们说要设置那个特殊的叫生什么生殖能源处理厂，要处理厨余。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吃饭都没有厨余，为什么？我吃饭都吃得很干净。那后来我就在学校开始推广一下，那个营养午餐不准有吃厨余。如果你吃多少，就煮多少，就买多少，就种多少。其实我们的农业可以缩减一半，所以是这样的、2050净零碳排放不只在政府的政策推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人民生活习惯 的改变。啊，这变 social movement 社会运动。比方说没有厨余，比方说买东西少用包装纸，都用那个环保袋，还有尽量多用公共运输，不要自己开车。这是个社会运动。So Mayor, you would say that EOD and TOD are your only pathway to reach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right? That's your most prominent solution to it. 它不是唯一的，但是它是 the most important 的 solution. TOD 跟 EOD， 第一个是这样 ，TOD 就是以捷运跟干线公车为导向的，就是以公共运输为导向的都市计划重点，这个叫 TOD，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Development。还有个E是我们当时 Education， 就是说。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台北市的学校分布，你看国小、国中、高中，它的分布跟人口分布是一模一样，人口多的地方学校就多了。问题上面少子化了，所以那个学校就 campus 就变太大了。
我们台北市的校舍在未来十五年有70%要改建。为什么？因为民国57年我们实施公民那个九年公民义务教育，所以当时那些校舍大量扩张，到今天刚好都超过民国57年到现在超过50年了。那再过几年，大概65年，那一定要，而且当年的建筑没有防震技术，所以一定要拆。所以未来15年，台北市236个学校，75% 的校舍要改建。所以在校舍改建的时候，开始思考，要把这个社区的需要整并进来。你的托婴、托幼、托老、居民活动中心，什么要整合进去？这有什么好处？这是今天内湖的问题。内湖你知道，它人口增加4倍，公司增加了，从900多家增加到3000多，也增加4倍。那道路面积完全没有增加。还有一个问题，内湖每天要数万人进来上班，再数万人下班，所以一定卡住。所以我们后来在做那个东区门户计划，在南港设计的时候，我就盖了6栋社会住宅。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们希望你就是住在这里。这样他每天上下班那个动线就缩短，他那 energy consumption 下降多少了？TOD EOD 就是你 make the whole city more efficient. So you reall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mayor to take over this effort that would take decades to finish. I wonder what you think. In terms of your legacy as Taipei mayor. 你要知道，我们台北市的公文99.7%是电子公文，我们现在只有政风处的那个密件，还有那个人事处的升迁令，其他全部电子公文。那是为什么？一开始一大堆人反抗啊，这个反抗那个反抗，就是要，所以是这样的，改革最困难的是坚持 （insistence）。他们说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失败呢？因为那些首长都不肯打电脑，会失败。所以要首长愿意做，才有办法强迫大家做。我们不能期望我们一天可以改变这个国家。但是我们更不能期望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国家会自动改变。所以像2050净能派白文就说，那你其他县市你们的规则定了没有？路了有没有？你的规则都没有，大家怎么遵守 ？You must have rule for people to follow。所以你一定要求他们要送议会要通过什么？那这到议会很困难的。你其他你想想看，其他县市你到议会去。议员就会讲说：“哇，这个要规定绿建筑，这房屋的成本要变化什么，就不会通过了，就卡住了。卡啊你那个法律没有建立，后面都没有办法推动。” Mayor, you spoke of influencing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my logical next question would be: Were you the leader of our country now? What would be on top of your agenda and why? 1994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明尼苏达大学外科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就是礼拜六早上全外科集合，这个礼拜开刀开死掉，开出变化症，一个一个上来报，报完以后大家才开始 weekend， 才开始放假。所以他很强调，你知道 ，to find out the problem， to correct it。所以是这样的，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小问题解决就没有道理，说的小问题就解决就根本没有问题。那再来是你不解决问题，问题就解决你。那最后这样啊，当问题还不是问题的时候，你拿出来讲，大家会帮忙你；当问题变成问题的时候，你才拿出来讲，你只会被骂。But Mayor, being the leader of our country, we not only need to solve problems, we also have to be a visionary. No. Culture. To be a leader, you must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culture. 我为什么看这些公务员很不习惯？因为我现在在台大外科的时候，我每错做错一个动作，11个人，所以被要求要。Devoted, concentrated, 自由都 air。你知道我们在加护病人放在加护病房哦，打到最后那是医生的意志力的决战了。因为那有时候心脏移植啊，种下去那个心脏跳不好，那因为 it takes time for heart to recover， 也许要3天4天，你就要陪着他看着他，要 concentrated， 那你要一放松他就死掉了。所以那个 devotion 哦 ，concentration 那个。认真是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我们都看不到。认真 ，Mayor, that's very impressive, and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your next step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